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可以让这位英国的老爸感动得痛哭流涕耶？答案是他的儿子数学终于考及格了。Is that real? Yeah. Is that real? Yeah. My God!让这位大男人感动落泪、情绪崩溃的，不是乐透头彩，也不是升迁加薪，而是他儿子的数学考试终于及格了。Everywhere, and to go from an F to a C is a huge jump. It's the same as going from a C to an A star. 英国的这位父亲因为担心儿子的前途，每天下班回家都亲自指导儿子数学，儿子也没有白费父亲的努力，拼命的把数学考及格，也让求学路顺畅许多。But because I passed math, I don't need to do it anymore. So. 这个与数学奋斗多年的男孩，在一年前录制了这段画面。一年后，课业稳定了，想起人生扭转的这一刻，决定上传影片，瞬间造成轰动。Why not share one of the happiest moments in my life with the world? So. 亲子一起努力，终于尝到甜美的果实，即使不是100分，也是最美丽的回忆。记者于又豪综合报道。